现在又要重开了，可能啊。来，我们的家人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我的500万粉丝团还差最后500人，能不能帮我破个500万粉丝团？头顶上黄色爱心，加一波粉丝团！哎呀，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了，马上我要突破500万粉丝团了。头顶上黄色爱心没加了，来，有了吗？有了。感谢有你，我的家人和兄弟，千言万语在心底。谢谢现场的朋友们，感谢家人们。今天家人们真的是太有心了，来突破什么？这是3000万啊！提前庆祝！谁？为什么没有？谁弄的3000万？我以为是500万。来来来，没事，提前了，这是改一下，这500万粉丝团来。真的就是藏一这个剧透了，离3000万粉丝其实也不远了。今天不破，明天破不破，后天咱们也能破啊，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愿意头顶上点黄色爱心加入我的粉丝团的每位家人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唐毅，是不是？不然你们不会舍得花那一毛钱加我的粉丝团呢。加我的粉丝团来，一起吃蛋糕。是啊，明天。谢谢大家，谢谢我们500万粉丝团一直支持，一路陪伴，感谢你们。真的，其实，就是，有那个。有3000万、5000万、可能6000万的，大 V 号都有，但是我觉得，又有多少人他愿意花一毛钱加入你的粉丝团？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己的家人。我们家人们现在彩虹团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庞大了。谢谢大家哈，真的谢谢大家的一直陪在我的直播间，谢谢你们。然后没事，今天咱们尽量破3000万，这个蛋糕不会白吃，好不好？不会白吃。好啊，来，没点我关注，再点点我的关注，头顶上关注，点一点右边的黄色爱心，加一波粉丝团，记得每天送出你们的特别珍贵的一个粉丝灯牌，好不好？谢谢你们，感谢，谢谢，谢谢大家，感谢。来，我们接下来呢？几点了？现在看看几点钟了。蛋糕给大家吃一下哈，小朋友要吃蛋糕，来把蛋糕全部分了给下面现场的朋友们吃啊，好不好？来，把蛋糕给现场的朋友们吃。难以忘记，感谢有你，我的家人和兄弟，千言万语在心底，留下了泪滴。无论风雨再大，从来不离不弃，陪我迎来彩虹绽放的美丽。谢谢大家，感谢感谢，这是我们彩虹团的每一位家人都会唱的一首歌，是不是？感谢有你，是我们的彩虹团的团歌。希望不管你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你们都是我的家人，都是我彩虹团的一员。加油，加油，家人们！又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我要重开一把了，不进人了。我又开始要重开一把了，宝宝们，10秒钟。再回我的直播间好不好？10秒钟再回来，来，我先下播了啊，好不好？重新开一把，谢谢我肖申克大哥，感谢温州妖姐，感谢燕姐，艾伦星花，还有这个
不知道什么名字，太大嗯，稳哥啊，杨小杨，还有铁牛来榜七的关注点点，江西老表谢谢，还有样祥光优品啊，邱润发，还有老板娘七哥榜十一的关注点一点，还有吉祥十一月三大爷风少啊，还有祥瑞阁珠宝啊，谢谢所有家人们陪伴我们，来十秒钟重新回来，拜拜。Woo!